你要打到的拍子要把它敲出来哦。哎，好，这是什么？标准答案。再来呢？再丢，再丢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再拿再拿再丢，对，再丢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好，你看。好，再丢。休息，答对了，再一次。好，那请把它摆到四分音符的旁边。好，再来，我需要一个梯梯八分音符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摆到休止符的后面。
再来哦，我们距离要远一点，来。好哦。好，那麻烦你丢一个 TT 八分音符给我哦。要不要丢？把它丢下来，再丢一个。好，那我需要一个休止符。哦，厉害！我需要一个四分音符。我需要打两个四分音符。两个四分音符，哎呦，对，丢，还没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好，请你打，我需要一个 TT 八分音符，答对，好，那我需要一个毛毛虫休止符。答对。那如果我需要塔四分音符。